然后八月份公布新款。你那时候也拿了这个环，我们都没有见过的，对。这全部都是新设计的环，但是现在还没规划哪些要用，哪些不用的。还有它的尺寸，在哪个位置？有的尺寸它是做不了中轮环，太细了。所以我们八月会从这里面删掉一半，然后八月会公布新环。现在环也是越来越多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还在等，所以原来的环，都没有选到喜欢的，你可以再等等，没关系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人家，因为它每个环我们要给它一个代号嘛，有个代号表，否则的话你不好写在那个细节表上面了。就是现在的名字也都没有呢，都没有，代号都没有。哪有人一开始设计就先定好名字的？哪有那么厉害的？现在就是我们的可选性越来越多了啊，环也多了啊，对，品种也多了啊。可能还会再加，所以加加减减，这里面有些不能用的，我们再删掉，再给它定一个名称。原来你下单的，已经下过单的，也可以改。也可以改。对对对，还有这里面牵扯到有六倍数、八倍数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图形是六倍数的，比如说像金刚杵的是六倍数的，那你就只能选六倍数的环，因为它要去对那个插脚。要不然。对对对。不对称。不对称。对对对。所以这里面有一半是六倍数，有一半是八倍数，到时候会列清楚。这里面好多知识，好，谢谢人哥。好。